其实很简单，我们曾无数次的路过它，却对它视而不见。爱可以是行动，爱可以是歌声，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勇敢表达。跟我们一起向幸福出发，分享爱的力量，让我们向幸福出发。旁边是在这样的，旁边是这样，然后他一个人就在这么跳。如果他走这一条路，将来不好找女朋友。只要你去相信自己，你一定可能的。肖军这样的人，他都能够走到今天，都还混得不错。你好手好脚，甚至比我更好，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首先要特别感谢山东君浩为我们节目每一位委托人提供的医师家精美礼品。接下来的委托人是一群阿姨，我和你说，这些阿姨有花甲之年的，但是她们看上去都充满活力，特别年轻。她们要用舞蹈来和各位打招呼，有请。很温柔的妈妈，然后跳跳都是那种辣妈的，跳舞是可以改变性格的，是吧？对了，
以前好多人看我这舞蹈队，很多人吧，今天来的只是几个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年龄最大的是哪一位？年龄最大是他。和我们说一下，您今年多大？今年66岁了。66，真厉害，绝对是最辣的妈妈。除了头发能看出年纪之外，但是您的面容，您的身材，那绝对不是66岁人的身材，是吧？特别好，你看那些阿姨们都羡慕嫉妒恨呢。谢谢。您是什么时候加入这个组合的？3年以前吧。三年以前，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组合？我看他们跳起来，精神面貌特别好。跟我们大伙儿都自我介绍一下吧。来，姐姐今年多大？大家好。我来自那个山东东营，今年45周岁。哎呦，看不出。大家好，我叫杨桂香，今年53岁。头衔都很年轻，一个比一个厉害。大家好，我叫刘爱文，今年55周岁。哇，55岁，您这头发还有红色的，真是。大家好，我叫杜秀芝，我今年60。现场，接下来都得观众一片喧哗。哇，60岁，看不出来。大家好，我叫杨亚凤，我今年52岁。大家好，我叫耿荣英，我最小，今年39岁。哦，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可能40多岁、50多岁，包括60多岁，我们的概念当中是在家应该帮着孩子带孙子啊、孙女儿。怎么大伙儿就闲着没事儿开始跳舞了呢？其实是我自己先跳的，因为我也是身体不是太好，然后腰间盘突出很厉害，我有一度都走不了路了。然后后来有人说可以练练拉丁，因为转腰嘛，可以把拉丁。拉丁舞是扭腰的。因为拉丁舞是这样带胯走的。没错。然后可以练练腰，把腰椎可能练好，但是有段时间没是特别好。那你后来练了吗？我练了，练了。一开始跳拉丁舞也挺喜欢，就是因为好多人你知道吧，老公不是太愿意我跳拉丁舞。为什么呀？因为拉丁舞要找男舞伴嘛，他怕我万一找个帅哥。像嘉宾老师这样帅哥找了，就如果遇到我这样的舞伴，你老公就会吃醋。这个组合的老公都爱吃醋，所以他们都放弃了跳拉丁舞。对了，就怕找到嘉宾老师这样的帅哥，老公吃醋，所以就跳街舞了。所以这是老公给报的名，他说哎，那你去学学吧，但是我不想学，因为全是小孩，没有我这个年龄的。我去了像个庞然大物，我不想学。那你不去不要紧，把3000块钱就这样浪费了吧，我不为了腾钱就去了。这起初是一个人跳舞，那这跳着跳着怎么一群阿姨跳舞了呢？对，我一开始吧，我是在广场自己跳舞，就看着我跳舞，但是我跳的也不好，那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每天东营人就能够看到一个风景，一个亮丽的风景，像疯子一样的风景。你很幽默啊。不，真的，那时候就是好多人说我像个神经病，就是好像吃错药了，还说我哎呀。就是在一个广场上，一个人跳，我们一个人跳。那音乐哪来的？有一个交谊舞，跳舞的交谊舞音乐。哦，你用交谊舞的音乐来跳街舞，那是挺奇怪的。不会吧？会。哎，你先来来，我们给个交谊舞的音乐，阿姨跳街舞，我跳街舞。不，我要把我以前就是没学的那个动作跳给大家看。好。交谊舞三步的。三步，因为大家都了解啊，在广场通常是放交谊舞的舞曲，特别新的。但是刘女士独树一帜，她要听这个三步舞曲跳街舞。来，蹦，噔的的，人家旁边是在这样的，旁边是这样，然后她一个人就在这么跳，哦，这人真奇怪。勇气可嘉，勇气可嘉。各位阿姨，当时你们有见过在广场上啊，她跳着街舞的感觉吗？有见过吗？就走过路过看她，觉得奇怪吗？很开心，所以我老公还让我得追着她去报名去，跟我一起疯啊。是老公鼓励你的？鼓励我，还很支持我，然后跟着她学。是她老公看着我们跳，说你去可以跳。她老公也是怕她跳交谊舞出轨。也啊，对，他也明白了。杜女士也有一位爱吃醋的老公。全天下吃醋的老公都集合在辣妈舞蹈室。那我们请教一下另外五位，你们后来参加这个组合的初衷是什么？到了这个年龄段呢，
好多都出现什么样的那种更年期的症状，出汗呢，心情不好啊，没错，烦躁啊。当时就有多多少少就有点儿，一会儿出汗了，一会儿冷了，一会儿热了，就那样感觉。这样我就跟刘老师说，我说你跳这个舞我能跳吗？我说我真觉得跳不了，我一点点那种跳舞的技术都没有啊。然后你来试试吧，绝对没有问题，咱们这里面人都是零基础。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您参加了这个组合之后，跳舞之后，您的那些更年期的那些症状就都跳了十天以后症状开始减轻了，半个月以后几乎就没有了，一个月之后一点都没有了。你看我们很多高难度动作也能做了，别看五六十岁，来一个呗，来一个高难度的，让这个六十岁跳跳可以吗？好，我就不跳了，因为我是老师，肯定跳给他。好你跳一个。这第二位学员今年六十啊。什么高难度动作？解释一下。这个动作。哦，地板型的动作。街舞六步。哦，好，来。苏大姐今年六十了啊。你跟学以后的钢琴老师，你看能不能跳？来一个。我们六十了，你才二十。没有，其实那个动作我们原来学过。那你跳跳吧。但是没有他。他大概你可以吗？我在您在真的可以吗？不，原来有啊。来，你跳跳，来，你跳跳，来，来一半走。我跟你说，第一步，来个简单的，好，迈后腿。哎，不是。哎，可以。哎，可以，这个还行。可以。走。没有。往前走。可以。你要趟过去，往里趟过去，哎，对，趟过去。啊！没有。你跳了一段舞。我的更年期症状都没有了。是一个男孩子的动作，我确实，我教个女孩动作给王冠老师说。啊，我也可以吗？我穿裙子。你看你形体这么好，你肯定跳舞很性感。别太难啊！我教一个很简单的，好不好？教一个。我的更年期也好了。做一下，跟我做一下。哎，要很柔美啊，王冠。哎呦呦呦！太妖娆了。这样真是对腰椎有好处。这漂亮就得腰柔。好难，来，怎么来？把胯做。很柔美。把胯出来了，再把腰出来，再把胸出来。不行，太难了。但是这个真是对腰椎有好处啊！对，你看，真是有好处。他这个腰练起来以后，这个一块就伸展开了啊。然后还用这个简单，我教一个简单的方法。这个行。阿姨，你知道我最不能做就是这种妖娆性的动作。虽然我年轻，但是我真的跟你这可行吗？我听懂了，他虽然我是女人，但我不妖娆。你叫我教你一个吧，对，佳妮老师这个，你看啊，这是头、肩、胸、腰、胯，是吧？你的颈椎好了，我的颈椎也好了，你看，胸不是头做完了。肩又上去了，胸、腰、胯。但是说实话，真的是全身的各个部位都在运动，都在锻炼。对，所以是对身体真的有帮助的。你还可以拉那个，你看拉后背这个腰，这个脊椎，拉开它。就比如说那样波浪一样，对，拉开它。这些动作都是自己创造的吗？还是看电视学的？有些动作是我自己创的，因为他毕竟是个老年人，而且难度动作都要考虑到您的队员的年龄。对了。你看有些动作，你像这些动作我能做，但是他们老年人可能做的没这么好看一点，然后回来再回去啊，然后我就把它慢慢的编成，我说你们这样做就行了，你们就可以这样，哎，也是个小威武，慢一点，动作稍微轻柔一些，然后再就根据歌词去编个舞，让他们能接受了。比方说那难度大的，我就叫我们几个能做的做，老的就在后边大啊。我们也鼓励电视机前的老年朋友们能够多多的参与这样的团队。我们看到广场上有很多跳广场舞的阿姨们一起加入到他们的团队当中来。对，我也希望大家都来参加，快乐健康是第一啊。青春和年龄没有关系。对了，我们也很青春啊。是，没错。好，接下来要继续青春一把。今天来到现场，光看一支舞蹈，这哪儿够呀？我们这次来，我们主要是感谢我们这家人的老公，还有我全队员的老公，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队员也不会这个样，我的队伍也不会这样，我也不会这样。其实我在这，我最主要还是感谢我的老公。爱要大声唱出来，今天对你们的要求有所不同，除了唱还要跳。好，我们要唱，我们你看，我们这么几位老妈妈啊，都是年过半百的也有啊。
我们在世上也没白走一趟，我们要潇洒走一会儿。好，我们在世上也没有白走一趟，我们要潇洒走一回。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这里是向幸福出发，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下一位委托人啊，他是能歌善舞，让我们掌声有请秦航。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
掌声有请秦航。哎，你怎么看他跳完以后，王冠咳嗽不止？他刚才一上场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女生，就还很美艳，虽然长得稍微有点粗犷，但是就觉得她是个女生，声音也很像。但是当音乐一转换，她在那里脱衣服的时候，吓我一跳。后来嘉明跟我说他是个男的，我想不会吧，那跳完我震惊了。我和嘉明说，为什么我是女人，我为什么那么不如他。就真的在跳舞的时候就妖娆的感觉，我没有，我输了。你好厉害。谢谢。你刚才就震动的时候就觉得有电动马达在你的身上。啊，那个是有技巧的。有技巧。你学了有多久啊？跟电动马达没关系。学了那个一年两年。那你是属于有天赋的。嗯，还好吧。你是专业学过舞蹈的。啊，是的，我们是专业学习肚皮舞，当肚皮舞教练的。哦，你本身就是肚皮舞教练。啊，是的。但是你前面那个反串也是很到位的哟。反串那个就是自己喜欢李玉刚嘛，然后就模仿他。嗯，你先跟大伙儿介绍一下，你今年多大？嗯，大家好，今年我21岁，来自重庆，我的名字叫秦航，谢谢。来，21岁，好年轻啊！是。我第一次跟王冠搭档那么久，王冠真的在表演的时候说：“嘉明哥，我这个作为女人我白活了。”怎么办？哎呦，真是！先说说你怎么就走上这一行的。在我那个17、18岁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亲人那个过大寿嘛，他们那个就要点歌嘛，就那种过寿的那，然后表演的给我们表演，我们看。好，看完之后我就点歌，我点了一首那个为了谁，然后他就叫我自己唱。好，唱完之后呢，他们就说，哎，你还可以。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们要不要人啊？然后我就说需不需要我这样的人，我就来参加你们那个乐队。然后就这样去的。哦，当时你点的歌，但是别人让你唱了。啊，就可以点来自己唱嘛。哦，为了谁，能现场给我们唱吗？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可以。嗯。你把过满枯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为了修你守护，为了成灰大眼光，当时是一种声音，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男生的声音。你知道你在唱歌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王冠的表情。我不敢看他，我一看他我就穿越了。你什么时候会发现你能够作为一个男孩子能够表现女性的柔美这一面？是因为那次我在乐队里面去了嘛，那个里面有个姐姐，她就说，哎，现在不是流行唱李玉刚的那个《新贵妃醉酒》吗？反串，然后她说，你去试一下，然后我就去搜那个视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李玉刚是谁，然后搜完之后我说，哇塞，这个人能唱两种声音，把我吓一跳。那个时候超级震惊，然后我就试着模仿唱，然后第一次唱的时候呢，然后他们都说，哇，这个人唱的还可以，然后全场就轰动了嘛，那个时候。所以你的整个反串就是因为李玉刚啊，对对，因为《新贵妃醉酒》。对，那来一段吧，挑战一下，怎么样？挑战一下李玉刚的
新贵妃醉酒。就他这样，就得跟他聊着聊着再唱着。那一年的雪花飘落，梅花开枝头。那一年的花青池旁留下太多愁。不要说谁是谁非，感情错与对，只想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爱恨就在一瞬间，举杯对月情何天，爱和流茫茫，问君何时恋。哇，他绝对有这个实力。反串是中国戏曲另外一种特殊的表演形式，也因此让很多的人喜欢反串，接受反串了。但是我相信你刚刚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因为可能你的家庭是比较传统的，我特别想知道家里人支持吗？没错。嗯，都不支持，那个时候除了我姐姐支持，其他人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爸爸是怎么说的？他说那么多男人的歌你都不唱，你每天都学那些男不男女不女的歌呀，怎么怎么样的。就不是很理解啊。对，就是这样子。你也要理解一下你老爸呀。我明明生了个儿子是吧。而且上面三个姐姐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是，对。但是老爸当时肯定，我相信反对的会比较激烈吧。对，但是我那个时候也是像现在一样啊，演出一样，我在台上是这样子，在台下我就是另外一个人啊。是，就是我只是反串啊，或者这种表演是一种舞台艺术，我并不是说生活中好像有改变。就是那你是用实际行动去证明给自己的爸爸看吗？对啊，那个时候他不理解嘛，然后每天都骂我呀，然后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就是骂的就是一天都没，或者是一两天都没说过话，就那种程度。然后他说你怎么缓和呢？就靠我姐姐在中间调解，在我这边说话，在那边说话，然后两个人中间这样调解。爸爸有见过你在舞台上表演这样的歌曲节目？见过。爸爸看完之后有跟你说什么？反正他当着我的面没怎么说，当在姐姐的面还是说哎，没发现他还可以。今天秦航是委托人来到我们的现场，你的接收人是？我的爸爸，我的姐姐。爸爸和姐姐今天都来到我们现场，掌声有请二位。爸爸看着也很年轻啊，这像哥俩啊，不像父子俩啊。大姐是特别支持弟弟做这项艺术工作的。很支持，因为我们年龄差不多嘛，然后接触的东西肯定比我爸妈接触的东西不一样，是不是？我觉得唱反开始吧，唱反串我一点都不那个，没有反对，只是他跳肚皮舞那个时候，我稍微有一点有一点点那个疑惑吧。爸爸一声不吭，这算同意了吗？我就是在我们重庆看见他上电视台上面演出了后，我觉得他像这个梦取得了一点成绩。起初你不太赞成，是因为传统的观念，还是因为可能周遭的邻居看到您的儿子这样的一个反串会指指点点？都有。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平淡淡普普通的乡农村人啊。后我心想如果他走这一条路，将来不好找女朋友。其实呢，以前有过，只是没带回来，他不知道而已。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下次找的时候一定给他说。你现在接受他这么回答，你接受吗？我们调理一下家庭矛盾啊。他说他怎么说呢？只有顺其自然吧。其实现在秦航是不是在做这项工作也是是你的事业了，可以因此来谋生？是的。是吗？在外面上课，然后有时候接下商演啊演出这样子。你看叔叔他因为会反串，然后来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让这么多的观众看到您的儿子，喜欢您的儿子，为您儿子鼓掌，这都是因为他反串这一项艺术。我知道他从小就喜欢文艺，
在这方面我心得您知道。其实您是清楚的，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从小就听我爸爸唱歌唱到大的。哦，对了嘛，我就是肯定会有一个家庭的土壤。是爸爸最拿手的什么歌？唱两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我，那就我献丑了。没事没事。来来来来来，骏马。突然变成家庭保镖了。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钢枪紧握，三刀两三三，祖国你山山水水连着我的心，绝不用人豺狼开金花。好，谢谢。这歌一唱就不用多聊了，咱们的这个困惑呀、疑问呢，就都解开了。这就是一个家庭环境的，你们其实从小都有艺术的细胞，是，就是对儿子的影响。哎，来，那你现在来回答老爸这个困惑。那如果接下来在重庆有个女孩喜欢你，但是呢，她对于你的也许现在这个艺术道路不太理解，你也喜欢她，你会怎么给她解释？对于你钟情的女孩，那个如果我喜欢她的话，肯定她也要包容我的所有的一切嘛。今天你是委托人来到现场，爸爸姐姐都来了，其实爸爸来就是支持你，这就是一种行动的表示。是的，爱要大声唱出来。你要为他们演唱的歌曲是那个也是李玉刚的一首《天池》。来，掌声有请。如果不是立志天生，也不会一尘不染。如果不是千锤百炼，你也没有不朽容颜。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
感谢大家继续的陪伴，这里是向幸福出发，我们继续感受爱的力量。想要了解我们央视综艺的更多动态讯息，可以关注我官方新浪微博央视综艺，当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即时互动当中来，只要你拿起手机打开微博微信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这位委托人他叫肖军，在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呢，因为意外下半身瘫痪再也站不起来了，可是在17岁的时候却神奇般的站起来了。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经历，掌声有请肖军。请坐。你好，请坐。肖军先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肖军，湖北人，今年25岁，生肖的肖，将军的军，我是一个生肖属蛇的将军，我不是第一，但是我争做第一，谢谢。哎呀，哎呀，哎，一套一套的啊，属蛇的将军我记住了。刚才上场的时候我有说，在你八个月大的时候，因为一场意外下半身瘫痪了，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那天有点风，所以就感冒了，有点拉肚子，就去找了我们村里面的医生，当时我们村里医生都叫赤脚医生。对。啊，叫赤脚大仙，赤脚医生，对，赤脚医生，然后就给我打了2针，就是在臀部打了2针，然后就打在坐骨神经上面了，然后打在坐骨神经上面了，所以就导致瘫痪了。哦，就是那个针头碰到了坐骨神经。对。所以从那一针之后，你的童年就完全没有办法站立，整个人就只能躺着，是不是？可以坐着。可以坐着。对。嗯。那你都是怎么生活的？嗯，双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手掌很大，你可以看手掌很大。对，你的他手掌特别大。对，就是靠这双手去爬过来的。你就是开始爬。对。那你有上学吗？有。肯定要找医生来治疗，有去问过医生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重新站立起来吗？对，当时我记得是在仙桃的一家医院，别人说可以慢慢的治好的，后来陆续走了武汉、上海。然后北京走了很多城市，但是一直都没有很大一个成效，然后家里的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外面也借了很多债，后来实在是没钱了，大概也觉得不知道这样再治下去会有没有结果，所以最后就不得不放弃治疗了。在你多大的时候，父母基本上放弃治疗了？1岁半的时候吧，就从8个月大概。走了3-4个城市，大概治了10多个月吧。嗯，其实家庭的状况也很普通，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基本上因为你的病情治疗也花费了很多的钱，所以没有希望了，父母就基本上放弃。就周围的人反对的声音很多，觉得已经双腿瘫痪了，已经治不好了，在家里面还有哥哥姐姐，家里也就父母以前是种地的。所以就明白。你今天作为委托人，你来到现场想要感谢谁？感谢妈妈吧，因为我觉得这些年我现在是华东科技大学的一名在职的硕士，就研究生，然后观众自发的掌声，然后现在也是武汉大学的一名在职的讲师，然后其实这一路走过来，最先开始跟妈妈总是在掉眼泪，觉得这个孩子挺苦的，然后因为一直都不会走路，也被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欺负，因为不会走路嘛，所以其实我以前妈妈伤心我都一直不理解，我觉得疼的是我，你伤心什么，你哭什么，我反正以前一直搞不懂，我说你在哭什么，一直搞不懂，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苦所有的痛都是我自己在承担，在我身上你为什么会流泪？对，其实慢慢的自己慢慢去长大了，这一路走过来很感谢我的妈妈，我希望通过一个大眼的平台去告诉所有人，我妈妈当时没有放弃我是正确的，今天儿子有出息了，儿子还混得不错。我们掌声有请肖军的母亲。谢谢你来到我们现场。请坐。阿姨，我们先从头开始说起。今天刚才您出场之前，儿子说了，他说他希望
对，他说您总是在哭，你看他现在这么优秀，您还是在哭，是为什么呀？对啊，我现在感到又高兴，心里比较激动，幸福的眼泪。因为妈妈的眼泪有很多种啊。嗯，是，可能很多的在肖军出现意外，从八个月到25岁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说起来故事只有一两句话，但是所有经历的事情，母亲的心里是最明白的，所以她的眼泪是很多我们无法体会的，也不会忘记，也不会忘记。您能给大家讲讲我17岁那个奇迹的那一刻的情景吗？就是她怎么就突然站起来了？她的意志比较坚强，脑要锻炼。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她站起来了？我一直很不明白，就是为什么我小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身边人都会走路，就凭什么我不会走路？看他们走不会走回去就治我妈妈，我就一直想去站起来，想了各种方法去站起来。就有一回我口渴了，看见桌子上有一杯水，我想去够那杯水啊，然后这个时候奇迹就产生了，就这样站了3秒然后倒下了。然后妈妈不大相信，妈妈要我再站了一次，又站了一会儿又倒了。所以从那里我开始，妈妈就开始跟我去做板凳了。我就跟他做了一个专职的板凳，他就训练他。对，这么高一个斗凳子，一斗凳子刚刚能站那个撑得到。所以就是你17岁的时候想喝那杯水，对，一种本能，对，站立了3秒钟。然后妈妈看到了希望，就开始陪着儿子一起训练。对，你是从3秒钟到完全可以站起来走路，这当中花了多长时间？1年多吧。对，妈妈一直陪着你。对，其实刚开始练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从不会走路到走路用板凳去走路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因为也会经常摔跤，所以我不愿意去走路。然后因为妈妈怎么鼓励你？爸爸妈妈都跟我讲嘛，你是想一辈子这样，还是想我们走了都没人管你？因为我觉得我双腿瘫痪在地，我没有工作能力，无法养活自己，那么爸爸妈妈哪天离去了，那么我也会跟着你去了，因为没人会管我的。也许会有人说我说的这么现实，但也许这就是事实，让我不得不接受。所以妈妈就一直鼓励我，孩子坚持下去，你不是不会走路，只是比别人走得慢了一点点。其实现在回过来看当时这句话，觉得这就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我本来就不会走路嘛，但是我觉得20多年过来，现在我真的会走路了。大家也所有人应该看到我会走路了，只是比别人走得慢了一点点。我发现这话是真的了。上手中的还取棍子。所以啊，我觉得就是人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这个，就他当时就是我要这杯水。对。我就起来了，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对，你所有做的事情，你都要有目标，你就坚持，你就努力，你就能成功。现在看来，那是一杯神奇的水。那不 是的，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人生过程中，无论做什么一定要有目标，克服困难，然后如何能够从自卑中走出来。其实今天在这个舞台也很想告诉所有自卑的人，或者说像我一样的残疾人，告诉你们，肖军能够站起来，你们也能站起来，从心底里面去站起来。我们来看一看，我提醒肖军的时候，你把手张开，他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双手，确实他的这双手比常人，你看我们的比出奇的大。为什么？因为从8个月开始到他17岁，这其实又是你的手又是你的脚，那也就是说你的腿，你腿的情况丝毫没有影响你的学业。包括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要不去学门手艺吧，因为我们村子里面都有很多裁缝，我妈妈说要不去学个裁缝吧，那以后好生存。因为一个人去武汉读书，妈妈也不放心要去那么远。我说不行，我连儿子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里，我说这个小村子是困不住我的。所以你现在成为你们家唯一的一位大学生。对，成为我们整个家族唯一一个硕士。妈妈现在特别骄傲，特别开心，特别欣慰啊。您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最大的梦想我就把他得说享福，享福。还有在这希望他能一个找一个好的伴侣，可能成家。对啦，是
妈妈在这一块一直都是非常非常担心的。她有没有在你面前一直唠叨这些？有，就是的。每年回家妈都讲，儿子长得是很好，但是要是这个腿脚好一点，那就更好了。就是她一直都比较担心我，就是未来这个怕找不到。你自己担心吗？那我觉得不担心啊。我觉得第一个，你的自信从哪来？是不是话里有话？有些情况你妈不知道。老实交代。没有，第一个，我觉得我现在能养活自己。是。啊，而且我现在考过了初级厨师证、初级营养师证。哎，我觉得我，别人都说要管。等等，你考的什么？怎么我们不小心一问又问出两个证来？初级什么？厨师证。厨师证。初级营养师证。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要想管住一个男人的心，先管住他的胃。哎，我觉得这句话对女人也同样适用。要想管住一个女人的心，先管住她的胃，所以我就学了厨师。我就想以后更好的去照顾我的妈妈和照顾我的老婆，所以我就学了厨师。啊，他的思维确实很。对，就是他还没找着人呢，就是目标都已经定好了。所以媒体上老在说，女人对男人什么管。什么拴住了他的胃，就拴住了他的心。他我倒过来嘛，我男人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啊。我就希望自己身上的就是含金量多一点点，今后可以让自己或让爸爸妈妈过上更好的生活。我现在给你一分钟时间，你对着镜头。如果我像现在身处逆境的一些朋友，不管什么状况，但是统称为逆境，他想再听你说一分钟，你想对他们说什么？曾经我以为我这一生都只能在地上度过，因为我不会走路。曾经我以为我这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爸爸妈妈为我穿好衣服，看见门前来往的伙伴。曾经我以为我这一生读大学没有用，要不做个打字员或做个裁缝，因为我有一双手。曾经我不相信有一天我的故事会被那么多大学生去倾听我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别人觉得这不可信，但是后来我听到这样一句话，这世界上永远有一群人，学历比你低，长得比你丑，甚至四肢都不如你的人，可是往往就是这群人，他却实现了心中遥不可及的梦想。龙子贝多芬，他能写出非常美妙的交响曲出来。刘伟，没有双臂的刘伟，能弹出非常美妙的钢琴曲。没有双腿，没有双手的利克胡哲能成为全球激励大师，他也结婚了。所以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只要你去相信自己，你一定可能的。肖军这样的人，他都能够走到今天，都还混得不错。你好手好脚，甚至比我更好，那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谢谢。太棒了，我毛孔都张开了。其实我以前在爱情这一块或者在事业这块我是不大自信的，但是有一天看了约翰库里斯他没有双腿，是后来又有一天看了利克胡哲，天哪，没有双腿也没有双手的一个人，他居然也能成为演讲家。我告诉我自己，暗暗的发誓我要做演讲家。所以从2008年开始，我就在开始学校里面去做一些小型的演讲，我慢慢走出去，现在已经走过了全国的100多所高校，做了200多场演讲，最北边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最南边去了海南大学，最西边去了石河子大学，最东边去了厦门大学。一点都不为他未来的道路担心，我觉得他会越走越好。今天肖军来到现场说了很多，他说我知道你们节目的宗旨是爱要大声唱出来，但是我真的说得比唱得好，没有关系，我们为你点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送给你再合适不过了，怒放的生命。我们有请歌手张张。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
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爱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这里是向幸福出发，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上场的委托人呢是一对姐妹，非常的漂亮，而且他们是独轮车表演的世界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刘心源、刘心弟。有请两位姐妹、姐妹花啊，很漂亮，欢迎二位，请坐。嗯，刘心源、刘心意，对，在我身边的是姐姐刘心源，在嘉明身边的是心意妹妹啊，两个人是亲姐妹。对，通过你们的节目，大概可以猜出你们的身世。啊，怎么说？小时候家里比较穷，哎，只有一辆自行车。但是两姐妹又都很喜欢骑它，最后爸爸就把自行车给分开了，一人一个轮子，一个独轮车。是姐姐先学独轮车的，是不是？对。姐姐刘心源啊，在2008年的时候，代表中国在德国获得了四项独轮车的世界冠军。对，是吧？嗯，很厉害。那一次比赛，我打破了由外国人保持18年的世界纪录。哇，真厉害！中国人争光了。姐姐是在几岁的时候开始学独轮车的？我是小学4年级9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当时98年姐姐从德国回来，又拿金牌，又出国比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骄傲的事儿。真的，就是姐姐拿金牌的时候，你还不会骑独轮车？对，我还不会。哦，那你们俩姐妹有在同一个比赛场上吗？有过吗？有的。嗯，2000年我们姐妹俩共同代表国家队参加了在北京石景山举办的第10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当时姐姐就是特别照顾我。嗯，印象深刻的就是有马拉松比赛嘛，10公里需要看一下比赛场地，然后她怕我消耗体力，就一边骑车一边背着我，完成骑着独轮车吗？10公里马拉松，就是在相当于又是热身又是看场地。对对对，因为要熟悉路段，你就背着妹妹背了10公里，独轮车骑行了10公里。是的。你是为了让她在她自己的那一项比赛当中可以现在可以节省体力？对，是的。对，因为第二天是紧接着10公里马拉松。哦，我当时还想。后来的成绩怎么样？后来不负众望吧，摘得了金牌。好样的。真厉害。你真的是有一个好姐姐。对对对。对，我是在2002年，我和妹妹又代表国家队参加了在美国西雅图举办的第11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由于白天嘛，我们是在那个木地板坐着观看比赛，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就突然小腿那个抽筋了，我就吓得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妹妹就跑到教练室，然后找教练询问一下情况，并拿来一些药油给我擦。然后就这样，妹妹一边给我擦一边给我按摩，折腾了一个晚上。可是我
心里特别不舒服，因为第二天我和妹妹都要面临着10公里马拉松比赛，我在想怎么办。嗯。但是第二天我和妹妹就相互鼓励着。嗯。最终双双摘得金牌。那你是为什么学独轮车呢？因为我们是学校，在我4年级的时候突然开了这样的一个兴趣培训课程。哦，然后课外的兴趣班。对对对，就第一个报名参加了。你之前会骑自行车吗？之前的话，在我印象中我还不会骑自行车，所以我一直以为学独轮车第一步首先要会自行车。哦，原来可以不用的。其实是两码事。对对对。现在这个独轮车是你们两姐妹的职业呢，还是你们还有各自的生活和工作？不是职业，纯粹业余爱好。对，业余爱好。那你们俩现在姐姐？我现在的话是在一家国际教育集团，然后市场部工作。哦，妹妹呢？我现在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哦，哎呦，我刚还说呢，看这一对女儿，这爸妈多省心啊，是吧？伸着了，今天伸着了，今天实在话，实在话 是这么说吧？实在话，我经常听我妈啊，或者我家亲戚都这么说啊，伸着了这女儿，这闺女伸着了，说就是我啊。两位是委托人来到现场，想要感谢的人是感谢我们的父母，生你们的人。对了，生着了，来，掌声有请。我以为爸妈也会骑着独轮车上场呢。欢迎二位，欢迎欢迎。这个当时大女儿去学独轮车，小女儿也要学，你同意吗？不同意。为什么？因为我和爱人呢，就是准备让刘心怡在艺术声乐上有所发展，搞体育呢对她的嗓子会有影响。然后开始我们是极力反对的。她小时候有学过声乐吗？她小时候一直在学声乐。所以您觉得她唱歌好听，去做体育项目有点亏了。是，费了这好嗓子了。对对，咱们先来聆听一下这副好嗓子好不好？什么歌拿手的？唱一首好日子吧。高难度歌。给，然后以这首歌给你爸证明啊，这个喜欢体育不影响嗓子。好听，长得也甜啊、哦！看见没有，人家懂事的闺女，人家什么都没耽搁。还真是上真没耽搁。她是一边练习独轮车，一边练习声乐，这俩一直这么坚持下来的。爸爸吧，总是最爱女儿的，拗不过女儿。他说什么，他想要去学，那就让他去学吧，是吧？哎，一不小心人家还学了个世界冠军出来呢，是吧？是。理解他，他尤其是在训练当中摔伤，我们更心疼，坚决反对。他就是有时候就背着我们在学校练得非常苦，这样的。嗯，您这说这话，姐姐吃醋嘛？你看爸爸老是说，哎呀心疼小女儿，让她学声乐，你怎么哭了？你哭是为什么呀？想到什么了？就是特别的激动。嗯，想到什么了？就是父母这一路为我们所付出的，也是陪着你们吃苦，是吧？对，是。其实，刚才两个孩子都说了，学独轮车真的特别辛苦，因为他们身上很多伤，我们也都看到了。而且他说每次摔就摔一个地方，这皮肯定越磨越薄。这像我们的膝盖上都是有，
然后对外先生就是，哎，我们有花，你们有吗？其实都是八。对，所以摔得那个特别特别的厉害，然后现在这八已经掉不下去了。想到这个自己都哭了。这个没有，就是主要觉得父母在我们训练就十多年来就一直默默地支持我们，我们觉得就是一定要拿出成绩来回报给他们。哎呦，两个女儿练这独轮车的时候，其实她爸爸是要说是最狠的，大冬天的早上天天就是四五点钟都不亮的，带着两个女儿去我们那儿怀柔有一水库，又带那儿去训练，我在家里就是为他们做好后勤服务。所以他说一套做一套，对不对？他说他心疼，但是真正训练起来的话父亲又很严格。因为学校训练的时间有时候必定短，就是利用放学的时间，然后一般他们的训练都是在早晚利用休息时间，因为他们还要读书，对，还要读书，不能耽误学习。他都一直他爸爸是在带着他们早上去训练，所以后勤保障就全部靠你了。后勤都是我，洗衣做饭的都是我。其实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没有休息的时间，不像很多家庭一到休息的时间，一到假期就是全家出去去旅行，我们家从来没有过。更希望就是将来凭着自己一定的经济实力带父母去国外旅游一下，因为我们出国美国德国日本都去过，父母他们没有出过国。对，这个家庭的故事其实很普通，只是女儿有自己的梦想，爸爸妈妈陪着，但是他们会选择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亲自感谢自己的爸爸和妈妈，让我们感受到了你们两个人的孝心，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你们俩就是内心的那种善良和真挚。我觉得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孩子啊，都要向你们学习，懂得感恩，懂得为自己的父母着想。没错，我在想，你学独轮车的时候妹妹陪伴你，妹妹学的时候你陪伴她，你们俩练习的时候爸爸陪伴你们，然后你们练习的时候妈妈陪伴你们。也许家庭有一种最强大的一种幸福的力量，也许就是陪伴。爱和陪伴。是的。今天姐妹俩作为委托人来到现场，除了要和爸爸妈妈说感谢之外，还要用最美的歌声来表达你们的爱意。要唱的歌曲是演唱一首父亲，但是希望这首歌送给我的父母。想着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抚摸你的双手，我摸到了艰辛，不知不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
这里是向幸福出发，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接下来上场的这位委托人呢是女华侨，她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她异国的经历，让我们掌声有请王开莹。你好，王女士。你好，你好，请坐。王女士，先和我们说说您最早是做什么职业的？我是最早在插队，后来在供销社上班。嗯，那是什么机缘巧合会出国呢？您去的是哪里？我去的是莫斯科。我今天就是要感谢王明珠大姐，因为她是92年去莫斯科的，后来95年才带我去的。我是在供销社上班，我是闲不住的呢，还在承包个集装厂，2年亏了80几万。你看，在那个年代，80几万万元户啊，是，八十几万是多少？是哪一年？87年。福建人本身就有经济头脑，对，改革开放的时候，福建、浙江这一带大家的经济意识都很强。对对对对。那您后来又是怎么会想到去俄罗斯？后来不是想到，王明珠大姐回来看见我欠了那么多钱，又那么辛苦，她就给我说，那还是一起出去嘛。他因为去了2年了，他总感觉比国内会好一点。他你欠了这么多钱，您原来老家是在福建？对福建。你要是去个上海啊，去个北京啊，换个地方你可能没什么问题，因为语言没有障碍。但是俄罗斯你又不会说那里的话，你这沟通也成问题，怎么创业呀？每个人去的时候他就给你一张这宝典，就是这个宝典。比如说我们国内说一，他俄罗斯叫阿进，阿进，对，比如说十一，啊、哎，对，比如十一叫阿进娜子，哦，比如说叫像姑娘，哎，我姑娘就叫九斯卡，哎，九斯卡，哎，九斯卡，对，老婆就是惹人打，对对对对对，哎，你很好啊，很准啊，谢谢，就是spa，好，spa。节目结束之后，你可以去俄罗斯了。可是这也只有这么。很简单的话，那不是，我是来这里我就简单给你看，因为他会来，那时候连纸都没有，就比如说纸皮来写呀，每个人就很简单，一要报的背到20或者背到30，简单的语言我这里不是写。就是他把俄语都翻成了就是普通话的读音。王大姐告诉你们，你们可以靠什么在俄罗斯在莫斯科挣钱吗？我们是卖皮夹克的，皮夹克有3个区，3个区有300多家。厂家就等于我们这个厂，厂家也好，我们卖货人也好。所以80年代89年，您在当地做这个机砖厂亏了80多万，后来欠的债还了吗？还了。所以其实最主要的是有一个支柱，就是您所说的王大姐，对，在身边一直支持着。对，就是她一直支持我，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你这条路不是一个人走过来的，是有那么多的同伴陪着你，非常非常多了。今天您也是王女士，对，要感谢王大姐一路以来对你的支持，让您还清了债务，也让您重新认识了多了一个好朋友。对，让我们掌声有请王大姐。这个王大姐是这么一位文静的女士啊。对，请坐。现在有1000多号人都在俄罗斯，都是您带领的，带着他们去俄罗斯做生意。当时怎么会想起发起这样的号召，让大家加入到你的团队当中来，一起在俄罗斯奋斗？我们家乡那时候在闽北山区嘛，大家生活都比较穷，以后我就说老乡和朋友，我说你们出去吧，在外面只要能吃苦，出去也确实是非常辛苦，天寒地冻。我们南方人到那边，对啊，俄罗斯福建人到俄罗斯到莫斯科，那这个温差是巨大的。俄罗斯的那种冷能跟我们形容一下我都接受不了。就你那个，如果是冒汗了马上就结冰，如果是流鼻涕了这里冰就结起来啊，零下30-40度，我去看干一天啊就哭一天啊。以后晚上回来的时候算账一下，哇，今天赚了1个月的工资。我当时在当老师，又干劲十足，第二天又去。我们是早上天亮凌晨2点多钟就到市场外面去排队，
天寒地冻。听说您的丈夫也是遭遇了抢劫是吧？对、嗯、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人少嘛、嗯、大家都是分散住，住在民宅、嗯、住在民宅就很容易被那个就是说那些好像就是不法分子嘛，就是我们这里说的不法分子遭到他们围劫以后呢，慢慢人去的多了，都大家都集中住在一起。当时我们也遭到抢劫，那时候他俄罗斯木头比较多，我们就去砍来木头啊，砍来就大门上锁了，我们还用木棍给他撑住，完了最后没办法，刀了枪了什么，只能放到枕头底下又敲门。所以能这么理解吗？本来大家的初衷是做一些买卖、哎、让自己的生活更好，对对对、啊、但是在那个时候你还要保护不仅自己的财产安全、啊、还有自己人身的安全。对对对，经常、啊、那就王大姐，您在俄罗斯这已经是20年了、啊、您现在回过来看，为什么我们今天中国人啊，我们世界华侨到处在各个国家都能够生根，都能够做事业，你觉得我们这个群体的身上吃苦耐劳，就是吃苦耐劳、啊、就是吃苦耐劳。其实这一群人也都是苦过来的，他们在俄罗斯这样的一国也是抱团取暖，没错，大家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吃苦耐劳，创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今天王女士也特别感谢您。现在你们都已经回国了吗？您回国了吗？现在也都回来，就是2009年那时候市场关闭了、嗯、以后大家觉得太辛苦了，而且大家也赚了一定的资金了、嗯、现在就回来以后我们也成立一个慈善基金、啊、就是专门资助那些生活贫困的孤寡老人还有就是学生、嗯、啊，谢谢你们的爱心。今天王女士来到现场诉说了这样的一段故事，其实现在回头想想，虽然曾经很苦很累啊，甚至很怨恨，但是现在哎觉得很多东西是值得回味的，有很多的精神财富。是，所以今天来到现场，爱要大声唱出来。在唱歌之前，有什么话想要和王大姐说？在这里呢，我要谢谢王明珠大姐，谢谢她把大家带上致富的一个幸福安康的道路、嗯、啊。王女士今天要唱什么歌？我们今天要唱一首《爱拼才会赢》。好，把这首歌献给王明珠大姐，同时献给现在在海内外在海外打拼的我们中国侨商，祝他们身体健康，加油！爱表加爱呀，加爱哇！齐心心，齐同年暖哈，齐心乐。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你拥有一个怒放的生命吗？你的生命，你的生活现在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我们不知道，但是请相信，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一颗种子，种子的任务就是要怒放，要绽放。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可以带着您感人的故事来到我们的现场，亲自点歌唱给对方听。感谢大家的陪伴，这里是向幸福出发，爱要大声唱出来，我们下周见。下周见。爱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